我最期待的冬奥会项目呢是花样滑冰，短道速滑，冰壶，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。尤其近年来在中国的滑雪项目上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期待参赛选手呢能在冬奥会上刷新中国的记录。我想对参赛的运动员们说呢，虽然赛场内呢只有境内的观众来观赛，但是全球呢都能通过直播呢看到你们的风采，加油！我爱北京冬奥会。